现在有4000个人在看你，我看你下去没，别光哭，这是个零基础的孩子啊。好，前腿膝盖脚背，好，上身力再贴地，孩子，10 9 8 7 6 5 4 3，再贴，加油，孩子，2 1，好，咱们老粉直播间打波正能量，好，来换条腿，这不是就下去了吗？对不对？零基础肯定要有这个过程的，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啊，咱们打波正能量，没关系的，咱们直播间正能量的直播间，他们不喷我也要喷别人，这个是正常的，喷我就行了，别喷我学生啊，随便喷，旭老师随便让大家喷，无所谓的，懂的自然懂，不懂的你解释也是白解释，我早就说过的那句话，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也有罪。好，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哎呦，感谢你们，艺考这条路真的是没有容易的，你下不下？不下再来一次，我该逼他了，各位，这个孩子本身他是零基础啊，然后呢他自己呢也是坚定的选择了舞蹈，所以我就一定要在他健康安全科学的情况下让他进步快一点，他这个腿比那个腿硬啊，不吃学习的苦就得吃别的苦，这句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啊。好，好多了，前面脚背上身直立，我不给他们饭吃，是我也陪着他们不吃饭，不是没饭，有饭，练好了再吃，晚点吃，没说要罚孩子们不让吃饭啊，哪能那样呀，那就真有点反人类了。上身力，但是他们吃什么得是吃的轻食啊，没有大油大盐，他们在控体重。10 9 8 7 6，他还有半年时间高考，我问大家该不该练。5，上身再立，手再往后，4 3，郝佳媛不行，我不满意，再贴，上身再立，2，甭讲，这是你今天的水平啊，记住这个水平了吗？记住这个水平了吗？你们记住了吗？啊，这周的任务啊，你自己看着办，来吧。他现在还不去跟舞蹈谈恋爱，啊，就这么说吧，你对一个人爱慕，凭什么呀？大家都是凭什么呀？大家都是公平第一次做人，对吧？你不爱舞蹈，你让舞蹈爱你去，那不是在那给我吹牛了？对，待着就震的贴住地。张家，你不要让我看不起你啊！你打小在咱们学校练着，你别让我看不起你。前面腿转开，再贴。舞蹈就是这个过程，痛并快乐。舞蹈就是这个过程，先苦后甜。没有一个想在这个行业出来的人是吃苦，是吃的正常人的苦，正常人的苦绝对是考不走的啊！你只有吃的是非正常人的苦，你才能行。不要颤了，直接贴住，去享受那个疼痛。樊书童，你但凡肩膀还是那么歪，真的啊！你妈多辛苦，供俩孩子，你想一想，你要不要上个好大学，毕业出来挣个高工资？该你养你妈了，是不是这个理儿？身体后背，你还是个当姐姐的，你是不是该负担起来家庭的重担？啊，别 A 呀，你爸妈也会老的。我就不知道你们听见这话难受不？心里什么感觉？啊，贴住，贴住我就数数，贴住我就数数。好，刚开播晚了啊，因为给他们讲了一下那个艺考的政策，还有艺考要求的分数线之类的啊。好，欢迎大家啊！咱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来，准备3 2 1，抬头下腰。我上的是肌训课，但是因为他们今天第一节没上软度，所以我得先解决软开度，解决了才能练肌训啊！好，咱们没给老师点关注的点点关注，点点赞。我刚才跟他们语重心长说了挺多的，因为我上一届艺考生的文化分数出来了。说实话，我当头一棒，当头一棒，真的要疯了。来，你们下不去，我就不数啊。下去，给他们弄的专业分都高高的，完了死在文化上的这个事儿啊，比比皆是，真的。张家，你要真的让我看不起你，你快真的别在这浪费时间，浪费爹妈那辛苦钱啊！对，郝佳媛，啊，
我觉得你妈妈真的够爱够爱你了，什么都是围绕着你，你自己看你要不要撑住啊。来，我开始数八个八拍啊，准备，一二脚背，三四五六，后胯贴地，二二凡书童左肩往后，五六，对自己去扛，三享受这个疼痛，三四五六，再贴地韩星玉脚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马上高都够了啊，五六，后腿脚背贴地，别跨脚，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抬头回正，不许趴，立着。对，我能感觉到韩星玉听懂我说什么了啊，有的孩子他还听不懂。好，最后这儿十秒啊，后胯贴住地去，高几来学习舞蹈，高一啊，高一，高一学习啊，需要沟通的私信后台留言啊。十九八，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直白的告咱们直播间的粉丝们啊，心情不太好的原因是我上一届艺考生的文化分数出来了，达到我对他们预期分数的孩子只有一个，其他孩子的文化分数真的是很差。我刚才都跟他们飙粗口了，我直接语音骂的他们，我真的是把他们当自己的亲孩子亲身的去看待，考成那个死样子真的是要死了，真的要气死了。好，来，双手往前趴，趴得平平的，后腿展展的，最后十秒啊。我发现韩星玉这个孩子他是懂事儿的孩子，他是知道心疼父母的那种孩子，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孩子。有的孩子你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就别来咱学校，你可以去一些呢人多的机构啊，多认识几个朋友，而不是在这儿啊苦哈哈的就你们几个人。我不喜欢跟你们弄的矫情的事儿啊，但你们差不多给自己练呢，给爹妈省钱呢，你每多增加一个动作成功，你爹妈省好几万块钱啊。最后十秒，十，谁肩膀还一高一低，九八七六，那个九八七六啊，尾号九八七六，您给我后台留言，这个我直播间不方便说啊。五四，高一来这儿就是暑期的集训，然后一周一节课，高二才进入集训，高二就跟他们一样天天上课了。右肩再往下，反舒疼，四三，再贴一下，二，对，身体再正啊，再正，张家右肩往下低，韩星玉现在是最棒的这五个孩子里啊。一还瞄了个咪，别动不动还拿父母绑架孩子，行，你可以不要在我直播间，谢谢你啊。来，左手举起来，当他考到大学拿到通知书那一刻，好的未来是他父母的吗？好的未来是不是他自己的？好的人生是不是他自己的？对吗？我们所有用的一切的目标，为的就是让孩子摆正心态，坚持住，能吃了这份苦，能够让他有一个好的院校，最后能让他为自己的目标达到之后得到人生最大的喜悦，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嗯，高考完了能不能来我这儿上课？哎，咱们私聊啊，那个就成人课了。来，左手举起来，直甩十次啊。好，樱花雨，我把你设成管理员啊。好，来，左手举起来就十次啊，预备。他们吃煮鸡蛋吗？早上吃的。十，预备，身体别歪，加油。一二三四五六，走了，一二，不许歪，二二，再用劲儿，三二，再往后甩，四二，再用劲儿，好的，韩星玉，二，再用劲儿，六二，猛反起来，七二，再使劲儿，八二，坚持，对了，潘家园，走下去不动，谁能扶住啊？谁能扶住？十九，谁下来了？八七六五，小凡你真的把肩膀扭正，四，对，肚脐眼再正，三，不要自己去理前面脚背，二，好，家园，让我看到你实力啊，后腿往后滑，坚持住，坚持住，一，好，回正。
好的，好，来，换腿，姑娘们，快速。好，欢迎大家啊！咱们没点关注的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我上的是集训课，但是因为他们今天早上第一节课是那个体能，没有活动软开度，所以我得先解决软开度，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认真是吧？刚才有个那个叫小喵的啊，说我在拿父母的事情绑架孩子，我就绑架了，怎么了？给他们掏学费的是不是爹妈？啊？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每个人是值得尊重的。尊重什么呢？第一，尊重他们的发展路线；第二，尊重他们的梦想；第三，父母要配合好孩子的梦想。比如说孩子就喜欢跳舞，行，我支持你，对吧？那父母能做的，他又不懂教舞蹈，他能做的是什么？我全力以赴的支持你，从经济到精神到陪伴，对不对？到情绪价值啊。但是呢，你说什么绑架？就是绑架了，怎么了？咱们带引号的啊，为什么这么说？那本身现在他们的人生是自己的，可是在陪伴他们去付出所有的，除了他们自己，还有最辛苦的是不是父母？老师呢，都是往后排的。我跟你说，老师没生他养他，和父母对他的爱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来，上身立起来，咱们就去练贴地。嗯，软开课，你的噩梦。我为什么跟他们说爸妈？那就到我这个年龄了，我就看着父母，我真的意识到了爸妈养一个孩子多不容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有这个意识啊？就应该你活下来就独立的个体，不考虑任何身边人的死活。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成为那么自私的人，我要我的学生他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但我不需要我的学生说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为每个人负责。他好，来，韩馨玉今天状态特别棒啊，特别棒，后腿再长，来贴住的人啊，我会觉得你真的是要拿自己的未来绝对是当回事儿的人啊。后背立起来，十个数，十个数，张家，张家，对，你别让我觉得你不行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抬头下腰，这个酝酿啊，我理解您说的，我们为什么要直播？这些本身我们跟家长说的就是，大家长不用每节课过来看之类的，通过直播间可以看到孩子的训练啊，看到孩子的一个情况。那有的孩子家长还外地的呢，你不让家长直观的看到他每天干啥，是吧？也不行啊。好，来，待着不动啊，后背。来，樱花雨，把这几个人踢出去。好，前腿脚背。好，最后十秒啊，十，前面脚背，九，八，七，六。五，李星纯头在正，好样的。四，三，二，好，回正，起，好，起手，对，大一考啊，这是大一考。好，右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好，肩膀摆正，让我看到谁的实力啊，预备，好，家园，你让我看到你在努力啊，后腿伸长，孩子，五六七，走，一二，再用劲儿，二二，非常好，三二三四四二，胳膊肘，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八，樊书童肩膀，九二，停住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好的啊，姑娘们，你们今天状态让我觉得比较喜悦啊。三二，好，起，好，来，直接起立，靠一个把杆去。哎呀，又动不了了。嗯，好，来，起立靠把，快速。左边那个瘦瘦的女孩练的最好的，你们是依照身形去说孩子们练的好不好吗？
然后他们因为小班制啊，还有一个直播的原因，有没有老粉？有老粉在的，咱们直播间扣个一啊。有老粉在的就知道，那个珊珊嫣嫣，我一开始开播的时候，珊珊嫣嫣因为口罩时期住在我家，当时我们还没有住宿啊，住在我家以后，俩孩子每天哭，小妈妈，你就在这儿，我就激你一把，对，枉过郝佳媛，啊，然后那个。为什么开始直播？我们其实也发现，小孩们天天练，练得枯燥了。一直播，有人在看他们，他们会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从而达到这个教学的一个进度啊！来，右腿吸起来，吸扳，对，好，走直，主力腿膝盖，身体别往后躺，咱们要往后啊，咱们要往后贴啊，预备，好样的，郝佳媛你好多了，绷脚背，那个是让徐老师看到谁最用劲儿。十，好的，张家，张家状态回来了，左肋往回关，孩子，九，八，李新纯脚后跟冲哪儿，孩子？对了，再往回勒，李新纯，本来你站张家旁边，到时候考试你就没有他后背挺拔，没他个高，你怎么体现你比他优秀？五，让对，让考官发现你是比他棒的，相互吊着劲儿啊，四，三。二，后背再展，主力腿再直，整个人呈现垂直，谁的腿和肚皮之间还有缝隙，好，双托掌控一下啊，韩馨玉脚后跟往内收，去模仿他们腿放到正前方啊，走，控，三，好的，韩馨玉啊，二，加油，扳回来，好的，贴住最后五秒就转旁了啊，五，好，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大家给孩子们喊的加油。四，后背再展，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开始不依靠把杆了？对，三，二，好，十秒，别动啊，手叉腰，后背拔，十秒钟才能让你这个脚从正前方落到地板点地啊，后背推住，预备，手叉腰，十。九，内旋，八，别快，七，六，慢慢落，别往后躺，五，后背拔，主力腿，四，三，绷脚，加油，二，对了，再长，胯别掀，反梳头，一，好，收，对了，这个感觉，抖抖腿，放松一下，嗯，好，谢谢大家给他们喊的加油啊，我刚才跟他们发火了，因为五个孩子有两个孩子体重没变，还有一个给我长了，长了几斤？三斤，没有，五十三点多，你长到五十五，不是三斤吗？好，来反面腿走，吸。第二个丫头眼神太坚定了，是吧？有梦想的孩子，就刚才还有人说嫌我提他们父母，来走直。你不让他心里面有坚定的东西，他心里面的状态就会体现到他的课堂上，那他每节课是看着他在练，他的进步是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十，这个东西是有差距的。那为什么同样的一个起跑线，有的孩子能考上某个学校，有的孩子却只能在家里待着，对不对啊？有人告诉小张加油，好的啊，手机放那儿播，现在不需要，一会儿就得卡到那儿了啊，现在不需要，往回勒，五六，去贴墙走，一二，用劲儿加圆，二，再高加圆，抓脚腕，三，好的，三四走，四二三四五，二三四，脚后跟是冲哪儿呀？走，七二，再贴住，八二三四九，二三四走，十，贴到你最好的位置，肩膀不要一前一后，自己从镜子里看自己髋关节正不正啊，胯正不正，看自己的肩膀正不正，再往回勒。对，再让我看到你的进步，注意你的胸口，弄一下衣服，嗯，好，往回勒，十，谁膝盖还松，九，再绷脚，八，七，对，这是二五届的艺考生啊，六，五，四，再勒，三，二，再贴一下脸呗，一，好，控住啊，十秒，脚后跟从前，胯摆正，反梳头，走。十，他们刚开始走控制。九，八，主力腿再直，孩子。八，
七六五四三二，搬回来。集训六月份开的，因为他们普高生还要零基础，必须得早开，不早开不行。七月份还会回来俩艺校的孩子啊，为的就是六月份只给普高生上课，七月份才让艺校的孩子正好也回来了啊。咱们学费的问题后台私聊好不好啊？来，别动啊，贴住，绷脚，准备手叉腰，慢慢落了啊。十秒钟，走，落，膝盖收紧了，后背拔高，十，九，脚尖延伸，再外开，脚后跟往里，五，四，舞蹈零基础可以练啊，三，二，后背再拔，再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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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提，对，你别躺那儿，好，收，好，来，旁腿，还是这个位置啊，走，起，家园，单手让我看到你扳直啊，你是哭了，你还是流汗了？啊，来。走，好，右腿走起，往回勒，往回勒，往后勒。咱们木胜啊，后台留言，我下播回复你啊。再往回勒，再绷脚，脚后跟往前转。番茄炒矿，你看过我带货了还是看过我干嘛了？我直播都不让直播，啊，你是看着我是怎么在这儿？来，舞蹈鞋多钱一双？袜子多钱一双吗？你看我做了这些事儿了吗？往肩膀后边，再绷脚，好，主力腿再直，十，九，张佳你有点口胯，八。看到了吧，不直播他就不直腿，在那给我动，七六五，李星纯，哎呀厉害，真的李星纯真厉害，四三二，准备双托手控啊，来我看谁控得高，首先摆正你的胯，其次拔高你的背，再其次你的腿是在肩膀后边还是前边啊，三二一走，控，五，托双托手能不能美一点，四，膝盖在直还幸运，别抠脚心，三，李星纯上身掉了，二，搬回来，他已经有进步有控制力了，他零基础是什么他都不知道，舞蹈是干啥的他就来了啊，他能坚持到现在这孩子已经很棒了，嗯，往背后绷脚，再绷脚，主力腿膝盖站直，张佳你还应该往肩膀后边，好，双托掌十秒落地啊，走，十九八，落腿了是落手了，樊书童你都出来表情包了，四三二，胯歪了吧，樊书童你的胯，一收，好，反面，嗯，需要美术几个月考了一本美术，但是要的文化分数线比我们舞蹈高呀，啊，这个是现实啊，来反面腿起，最累的是手是吗？你们什么时候能这个腿膝控而不用搬，那你就成了大事儿了啊，对，胯摆正，后背拔，樊书童这个腿不好，绷脚，费用大概是这个后台私聊啊，因为我们是小班制，孩子不多啊，就不让超过人数的，除了暑期七八月份会有高一的学妹跟他们一起集训一两个月，平常就他们几个孩子啊，班值哪又抽筋了，今年艺考生这不一上午因为艺考生的事儿在这生气，艺考生现在稳妥本科过的，不是文化分数出来了吗，稳妥过的是一个，有两个分数线特别的差，有两个文化分特别的差，没想到的差，
但是我不在直播间不能说我孩子的这些问题啊，我只能说确实他们这个文化有拖后腿的状况啊，这实话实讲，我这人也不爱撒谎骗大家啊。他们的专业去年考的还是不错的，本科线是都过了，但是他们的文化今天早上我刚刚得知啊，一半有开心的，有文化考的真不错的啊，就整体没问题了，那本科是，而且不是普通本科了，就是好一些院校是可以的，但也有那文化一下给我当头一棒的，有这情况啊。400分肯定不算拖呀，我跟你说，那我那艺考生上一届要文化考400分的，那就是我祖坟上冒青烟了。关键他没有啊，往肩膀后边搬住，快速，小三门文化很重要，是这样的。往肩膀后头，韩新宇，加油，再搬，再蹦，好的，来，10秒啊，10，张佳，你再给我往回来，9 8 7 6 5 4 3 2，有粉丝问你文化能不能考400，啊，你的粉丝，来，别说话了，我真的扎心了，来，控，双托掌，身体老往把杆上躺，5，韩新宇，你看你那是旁腿吗？孩子，调整，4，后背拔，3 2，搬回来。有人说樊书童长得就像好学生，你眼神不行，你们眼神不行，戴眼镜就是好学生呗。把你高兴的，你今天掉你试试啊。韩新宇往背后勒，李星纯还差那个份儿，不舒服，你现在还差那个份儿，对，是的，咱们这个你这个名字我不太认识啊，但是你说的对，全省如果排名多少，文化400来分，院校是能上的。来，双托掌，双托掌，10秒落啊，跨摆正，后背提，然后右肋不要掉下卸下去，走，10 9 8 7 6，一直在落，不是让你停在那儿，5 4 3 2，后背，看到最后一秒，后背还推不上去，收，好的，来，樊书童和韩新玉直接去给郝佳媛踩胯，你俩一组踩横叉，你俩是在他膝盖上一面一个，能不能听懂？不用踩你，我的意思就是一会儿你俩先给郝佳媛踩，然后你和郝佳媛给韩新玉踩 ，OK， 来躺下，你俩是横叉的。快速，张家文化能考400吗？老师，我有信心。虽然还没考过，但是有这个心。好，我相信你们啊！我刚才真哭了，我刚才真的给我气懵了，就是有俩孩子的文化考的是极度的不好，就想着那半年陪他们的日日夜夜，我那阵儿甲减啊，我是甲状腺不太好。我每天晚上陪他们熬夜，然后在那儿练啊，走上去，想一想这种日子，完了到最后专业都让他们过得不错了，然后文化分没考好，我真的是，唉，没法说，难过你知道吧？作为亲妈的一种难过，你俩踩吧，两边一样的劲儿就对了，踩。他总要有这个过程，有拉伤的过程，他得有，他没有拉伤的过程他软不了，咱不是宁让他受伤，是说是你觉得哎，撑到他这个位置还能再下一点，你就再给他下，给张家贴地，别在那磨叽，我这又不是软开度课，我集训课，这是今天没有软开度，我得先练贴地，张家贴地就能数，你俩屁股不许挨把杆，你俩屁股不许挨把杆儿。好，咱们可以给老师点点赞啊，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因为老师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不一样的啊。还有说我直播为了挣钱的，哎，我是咋了？我带货了啊？对呀，你说一个班5个人，我学校7、8个老师围着他们转，你说能不能挣钱吧？你就说这行业，这能挣钱吗？我们要的是成绩，我就特别在意这个成绩，因为我们家有少儿部，
啊，有上千学员做支撑，所以艺考部不是用来挣钱的，艺考部是用来出成绩的，出了成绩让那些妹妹们看到，哎呦，姐姐们考上好大学了，舞蹈真好，我要的就是这个，啊，就是一代人影响下一代人，一批人影响又一批人，啊，我也真的是要这个。我们家财务今天不在，我给你拉来问问财务，我去年艺考赔了多钱，我们光从北京请专家花了几万，啊，一个孩子才几万的学费，从北京请专家都是学校掏钱，他们身上穿的服装都是学校送的，都包含在内，住宿不收钱，每个月就是额外再收个饭费，啊，什么都不再收钱了，啊。老师拿什么收入填课？我有少儿部啊，当然人家家长交费啊，对吧？交费他肯定是能支撑学校这个艺考部的一部分老师的学费的开工资的开支的。是说有一些其他项目那就得我这儿掏钱了呀，比如说北京请专家，对吧？孩子们的学费是够给老师发工资的，这啥是啥？人家家长又不是不交钱，嗯。但是我是说人少嘛，对吧？人少你算下来他综合有一个成本，对不对？嗯，艺培肯定赚钱呀，艺培一个班要20个人，那我赚翻了，那赚翻了，那你得看咱家多少个人，5个人。好，来给他颤，你这边用劲儿，韩馨玉你心软，很明显，颤，给张家再贴。美术机构没有不让开呀，美术机构是让开的啊，贴。来，就十个数啊，不要浪费我时间，我还要走组合，今天还有新内容。10、9、8、7，一年多少？这个蝴蝶结你后台私聊我啊。6、5，不白问，是学霸呀，研究生厉害着呢啊。4、3、2，哟，张家今天跨开了啊，来，好，换人，你俩给韩馨玉踩，注意你们的胸口。怎么了？3秒回不来，我再踩一遍。3、2，回不来是吧？1，你是真不争气，你就咋能3个礼拜一斤不掉的？我真是服了。要不你们中午商量好了，罚就是所有人陪他，除了樊书童晚上没有晚餐了。啊？你以后不用吃饭了，然后周六日回家往死吃，啊，反正不行，今天中午必须商量出来，全班陪你，你们是个集体，你胖全班陪你烦，嗯，樊书童你俩，对，一面一个，如果有一个人直接能给他踩地，那就让郝佳媛去趴横叉去，郝佳媛去那边，郝佳媛去那边，对，给韩馨玉用劲，从谁说的轻一点。谁说的轻一点？他太轻了。你手出来吧，这不还有我呢吗？我不帮你似的。你看我忙的跟他们说话，今天我还没换鞋了。贴住，贴住了吧？你拽裤子有啥用？啊，星辰，拽裤子有啥用？小凡太瘦了，对，小凡是唯一可以随便吃的艺考生，小凡是唯一一个让我焦虑怕他瘦的孩子，啊，每周还我还给他，我自己给人家还得买杯奶茶，让人家补补营养，加加糖，就怕人孩子瘦。小凡你又开始有瘦的迹象了啊！今天晚上让李老师做饭再给你加餐，晚上自己努力吃上2碗，好吧，不敢吃1碗。然后每天晚上你主动告李老师，这个我跟他说过的，啊，就是大家不管吃什么，你就额外，李老师你能不能再给我煮个汤面，你能不能再给我弄上个片汤，啊，你能不能再给我弄个啥，你就让他做就行了，明白了吧？啊，你们也不用演戏，你们都瘦到80斤，徐老师天天请你们吃好吃的，啊，李新纯，我们李新纯真的是挺要样的个孩子，就躺这儿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李新春你来了瘦了几斤了？55.8瘦到了50，来咱们53.，咱们粉丝们给算一下，这孩子差不多
55.8收到了53.多，但53，53.3，来粉丝们给算一下他瘦了多少了？啊，55.8公斤瘦到了53.3公斤，看瘦了多少斤了？这是第四周啊，来了3个星期，看瘦了多少斤了？那这孩子就自律听话，瘦了5斤了是吧？5.6斤对吗？5.6斤，早给他贴地颤，张佳别心软。郝佳媛，你今天要贴不住啊，最起码那个对屁股贴住，膝盖窝贴住。哎，对，你让旭老师看见你进步。然后今天的要求是把小胳膊先弯曲，肘关节能贴地，你能撑住，我给大家就数数了。好，膝盖窝贴住，好样的。用正常人来说，这几个孩子真的都不胖，但是他们没办法，他们是舞蹈生啊，所以就是舞蹈是通考，有联考啊，也就是我说的通考，通考成绩过了才有资格参加校考啊。10，你再摸腿我就不数了，张佳再用劲儿，让他跟韩馨玉的脚一样高就可以了。8，韩馨玉那个孩子来了也是在哎默不作声的，我在努力，我在加油。4 3 2，给新纯的那个脚，哎，再加劲儿，两边对齐了，对，对齐了我就数了，还没对齐再对齐，加油。10 9，你胳膊肘起来我就不数数，我可说好了，你们是个整体。10，你屁股离开墙了呀。9，郝佳媛有点进步，膝盖再直，靠自己控制，对。8 7 6 5 4，好样的，李行纯平了啊。3，小凡能吃胖。2，绷脚，韩馨玉，对了。1，好，7。来，四个孩子正好在四个脚脚上，屁股冲歪躺下，然后你躺那个地上，你躺地上打胯，快点儿。这些孩子文化分数都是多少？哎，咱们不问这让我头疼的事情好吗，亲爱的们？反正刚才有粉丝问他能不能考400分，他摆了摆手。问他能不能考400分，他说他会考到的。啊，这是实话，我这人从来不撒谎啊，从来不撒谎。来，每个人躺一个边儿，快点，节约时间。你跟我说实话，你们是不是因为早上我要称体重，所以他们没吃早饭？不是，他们是起真没起，没起来。我们今天我们就想吃早饭了，今天。然后那啥？为啥？谁让你们晚起的？你们所以上课迟到了是吗？没迟到。啊，你们敢迟到，你们消停啊！我上周给所有老师开会说过了，艺考生有人敢迟到，有人敢怎么怎么样，要第一时间通报给我。如果不通报给我，会罚他们。嗯，那就两个两个的来，来准备，两个两个的来，是不是躺不下？啊，我的失误啊，躺不下。好，来并腿啊，预备啊。你俩不要在那儿坐，还有资格休息吗？请问，啊，预备，5 6，快速10个，1 2，打地，2 2，再用劲，3 2，快速并，4 2 3 4 5 2，再用劲，6 2，小凡好多了，7 2，膝盖，8 2 3 4 9 2 3 4 10 2，再来1 2，张佳2 2，没劲就一直来，3 2 3 4 4 2，手在哪？佳媛5 2 3，走6 2，打地7 2 3，走8 2 3，走9 2 3，走，打开。好，李星纯给他压，韩馨玉给他压，跟李欣喜老师那个压的方法一样，往下颤。你家孩子260多分能艺考吗？如果一直260多分不往上增加，那也是大专的水平，希望家长明白。但是呢，艺考是他唯一选择的路，可能是这样，要不就是体育，
啊，走，往下唱，五六走，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再用劲，五二，加油，六二，坚持住，七二三四，八二三四，九二三四，十，贴住，我看起不起，是不是一条线？九八七，你看你的膝盖，六五。按照去年的分数线，基本上要达到338分艺考才能走本科啊。文化分数达到338分左右，所以我一般建议得达到350，得达到350分啊。嘶嘶的声音是我后面有个散热器。好，这组还不错啊，起走，换那俩，快。12岁，1米5，105斤，胖吗？有点点胖哦，婴儿肥。一脸深无可恋，艺考生最怕练的一个是腰，一个是横叉啊，这是实话。这是让他们轻轻的颤，这个没压，其实就五六走了，一二底薪唇，二二再用劲，三二好家园继续做，四二不许休息你，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再用劲，八二三四九二三四十二再用劲，一二坚持住，二二三四，三二谁膝盖，四二欠我掐，五二欠我掐，六二三四七二再用劲，八二三四九二打开，打开星辰，走，你们给他上手，姑娘们。去年艺考谁考的最好？专业分是小韩考的最好，然后文化应该是小杨考的最好。小杨过本科是没问题了，因为他专业过本科线，文化今天出来分孩子也还考得不错，嗯。然后还有俩专业分特高，然后文化没过的，我现在也心情不太好，因为这五六十劲，一二三四五六，再用劲，二二加油了，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再使劲，五二三四，给他用劲，给星辰用劲，六二膝盖再支加油，五六再绷脚加油，七二对了加油，五六好一点了，八二三四五六七，停住，我看值不值，十。胳膊受伤的那个文化考的最高，所以他过本科是100%了，他就是因为胳膊受伤，专业分不太高，专业分没拿到同情分，他不是打的十高考的十吗，但本科线过了他啊。九八七，再用劲，张家，六五四，韩新玉再用劲，三用劲，小凡，二小凡你真的不能再瘦了，你看你后背那骨头，一再贴一下，好，起，好的，来，姑娘们，变成那个，搬回来两块垫子，留下两块垫子，咱们来一起给好家园发力了，来，搬回来两块垫子，留下两块垫子，好家园啊，这周我要看到你大大大大的变化啊，好，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没点关注，点关注，骨头断了谁负责，这个训练就不会让骨头断了。我说那个骨折的孩子是自己不小心杵那儿了，他不是在训练的时候是搬压断的，他是自己大脑空白翻的时候杵那儿了啊。好，好家园躺垫子上，嗯，来，樊书童你来拿，嗯，你中大的，中北大学的是吗？嗯，我这两天正在里头学呢。但是我直播间不方便说关于文化课的事，他们现在没文化，现在只是专业。你对是啥？不知道。然后张家坐到他腿上，然后韩新玉过来去他那过去。李星纯过来了吗？你压着你着你控制他的手，控制他的手，两个手都抓住，对，你这样，你先去那个位置，你这样控制手，去他前面，你这样控制，你先去让他拿走。
顺便还有一只脚痛的脚皮。这是本人。不对啊，我睡在这边来讲。抓住他的手。坚持，三，这不挺好吗？别顶我，二，最后一下来，你顶我就得又重来十秒。哎，放松，一，我来侧身，长腿，走，转过去，我看你。老师，直播画面被屏蔽十八，十秒后恢复直播。嗯，行。又有人举报了，又有人说我们直播间说，说我跟你们说什么父母是我绑架你，我就绑架了，咋了？不是父母掏的钱吗？不应该是父母的辛苦吗？啊，就应该小孩活自己，一个个自私到死，那以后这个国家就完蛋了。谁不是为别人而活，只是为自己而活吗？自己是最重要的，来扭，不扭啊！说我绑架学生。告诉你我就得治他，该我治他。九，反正能给我截个图，让他看看他自己的那个，他的。八、四、七、六，你咋不行？啊啊！不行！扭回去。就是五秒，就是五秒。你真不了解我，好赖。老师，你等一下，等一下。还是钱没了吗？那就贴钱。啊！来，黄水再补一秒，再扭这个五十秒。五，你再扭一下就五百下了啊！全班陪着你，今天中午都不吃饭，你们也明白，我上不完内容，我不休息的。等一下，我把膝盖弄。三，不行，来五十秒，你再等啊，等就五百秒了。咋就贴不住？哪有那么多贴不住？五。四、三、二、一，你们别哪天犯到我手里练了难度啊！我让你们明白啥叫什么意思。换腿，软了吧？是不是进步了？哭啥？是不是进步了，孩子？甩腰，哇，四千人，这老师家孩子练吗？我对不起你们，我没生呢。
我生了我孩子肯定练啊。好，谢谢大家啊，咱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嗯。好，来准备啊。大腿根疼了，没办法，他零基础，已经温柔了三周了，对他，这周该对他凶了啊。你别哭了，你要不要下去？收垫子，姑娘们，该练我集训的内容了啊！然后扳把杆儿，刚把软开度轻微的解决，还没有大练啊，还没有大练。首先那个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然后那个今天本身就是集训课，但是他们的正常早上第一节是软开度，但是软开度今天练成体能了。所以我的课就得先练软度，那你不能直接上来走集训的内容的白练啊，没有意义。我要练什么，咱们是循序渐进，有要求有方法的啊。嗯，你说让他哭我不心疼吗？也心疼啊，但是他来第四周就是要有进步。你说他有没有进步？有啊，他从树杈来了90度都下不去，到现在下去了吧？下去没？你告诉我啊，下去了对吧？逼自己一把啊，那个疼是正常的。好，姑娘们开始搬把杆啊，搬把杆。这几个孩子的家长极度的信任我们的学校啊，当然咱们家也是这么多年做小班制艺考，确实是出了成绩了啊，有一批孩子是每一批都是考走的啊，所以说是第一，咱不能让家长失望。现在挣钱很不容易，咱家长交学费的那一刻起，人就把孩子给你了啊，这份信任在世界上是最值钱的。第二个呢，这帮孩子的时间有限，每个月有每个月的教学进度和教学任务，你完成了就完成了，你跟不上的半中间，你不使劲拽他，有的孩子你就得拽着他走，有的孩子是他主动走，有的孩子是你得拽着他逼着他走啊，情况不一样啊。蒲高升没有上北舞的，这个是实话，没有上北舞的。孩子辛苦是啊，干啥不辛苦？作为咱们直播间肯定是成年人多，大家告诉我，咱们生活生下来活着容易吗？不容易。我的要求就一点，我不影响孩子内心，这个内心的情况下，我要让他们尽可能走一个好的学校，去站到山顶的高处去看看那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啊。来准备开一下音响，我连蓝牙，准备大踢腿组合。接下来我这个课我就只能放支架了啊，各位你们想看就看看，想关注就关注关注。我架子咋又丢了？你们拍作业放哪了？为啥我架子又不见了？那个架子是不是在那儿？谢谢北斗星啊，谢谢北斗星。哭完了吗？啊，跳舞长腿不长上身儿，懂得还挺多。清水说不理解的都没上过个本科。我跟大家说，就像我上研究生一样，我是上的在职研究生，我现在还没有毕业。我考第一年的时候也没过，也没过英语，没过，第二年才过。啊，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翻来覆去，就是痛苦就痛苦这半年，痛苦这一年就完事儿了。不要像我那会儿考研一样，因为你确实年纪大了，30多岁记东西特别慢，那会儿去再考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啊，我把架子摆好就不太跟大家沟通了啊，因为我真正的集训课才开始，所以现在大家看11:50，也就是我不到12:30下不了课，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跟他们说没练完别吃饭，因为他们正常是12点开饭，饭就好了啊、嗯、但是他们不吃我也不吃啊。22岁准备上研一，很优秀呀。那徐老师快40岁了才考了个研究生，你们很棒啊，很棒。好，准备了啊。后背中心体态，这套组合你最多还能练1到5周，就这周你再提高了，下周再练一下，然后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说实话，看你有什么力量。如果在这个简单基础上，你都能做到。
择最好，那咱们怎么去摆脱自己喜欢？下一个，重心，手，看外侧，核心再高，再高，核心让我看到你有两米高，重心别往脚上扔，好一点，对对对对对对。韩先生好像这时候突然他睡醒了，你是不是因为不回家就睡得多？我觉得反而你脑子是灵光的。Thank you.
次跳跳跳三次蹲二第三次跳跳跳走蹲二第四次跳跳跳第五次就个二位高的蹲二三走高高高走蹲二三二位的高再高要高度走蹲二第三次高高高第四次要收五位啊蹲二三四高高五五位收到五位能不能明白啊收紧了看他那个前脚和后脚脚后跟有点离得远啊哎妍妍你好啊走蹲二三三次走左右左走蹲二三四右左右再来蹲二三四左右左走蹲二三四回去了左回回能不能明白嗯然后先把路子记住都是四次对不对一位的二位的五位的啊然后呢都是三个一停重点说一下五位首先收到右脚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小块硬正常你们应该在膝盖直行还是贴住的能不能明白我说的哎呀翻出头那个然后我要的是空中这个我就做一次认真看我不要做成尤其是你我很担忧你做成我很担忧你啊认真看他们小我不讲课的我要的是这个收紧在空中推地前后加油能不能看到这一下能不能看到对是这是这然后趴下是这样吗不是趴下还是直立的明白了吗好来数着来我们开始讲跳跃了啊哎，欢迎你们！刚才直播间让疯了啊！来站一横排，嗯，好，预备啊，走，蹲，二三四，大大大，膝盖收紧空中，蹲，二三四，大大大，走，蹲，落地轻点，三四，大大大，脚后跟往前推，蹲，二三四，大大，二位的。蹲后背拔住三四高高脚后跟往前送韩星宇蹲二三四别往前趴别颤别颤走蹲二郎往前趴哒哒哒走蹲二三四推推推能不明白这个啊然后往下接了啊接最后第四次的不第四次的二位接第四次的二位几点下课徐老师讲完把平转练完下课啊刚才直播间让疯了估计又有人举报了我这是说话不把门老让人举报仇人太多真怕有一天在马路上被人崩了来准备啊后背五腿中间的份等着我钻呢五六七第四个蹲二二位的走推推五就为练这一下再来五这还没有讲细节呢啊五六七走蹲二三四五蹲五五了吧然后继续走蹲二三四左右左膝盖再收紧点就好了走走蹲二三膝盖打开别颤右左右再来走蹲二三四左右左左蹲二三四右左右右左回最后一下是回嗯好我来强调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不允许二次发力就不能我在这蹲二三四我再给你一个劲没有就是我蹲到了极致就可以了清楚吗蹲二到位了直接可以不能做成蹲二感觉没蹲到位我再加个二次发力这就是不允许明白吗第二个问题关乎于你的蹲的时候落下来跳完以后这样你是有点这样咱们的蹲是讲过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在五位是在我收到最紧的基础上回到一位不用你妈回来我要有收的基础那么我在二位的基础上我要有一个撑的基础上再说一遍撑手收抬可以吗？啊，来准备跟音乐了啊。